上火了，这盒饭接一下，盒饭接一下。悟空，留给你成佛的时间所剩不多，500年来，你对成佛之事摇摆不定，所以我将你的八缕念想幻化成了你熟悉的人。这八缕念想中有想要你成佛的分身，也有想让你坚守自我的真身。最终你是否成佛，日落之时自有定论。当日城门一别已是500年，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你见面，我一定会当面和你说我爱你，喝下这瓶畅意百分百，让我们再次相遇，回到那段互通心意万事畅意的时光。师弟，我在邺城很想你。我觉得应该不是我，但是我今天我就当一个有身份的人去吧，我要被存在，我要被重视，我要不被忽略。八九不离十应该公认，我跟孙悟空的感情不太深，其实，所以我应该不是真身。我肯定是真身啊，这还用说吗？啊，师傅还能是假的，如假包换的真货啊。其他人就不好说了，那对巴布尔奔和奔布尔巴，这俩是配角在西游记里，我觉得他俩肯定是假的。转眼我们俩如此的英俊帅气，怎么可能真的是奔波巴跟巴布尔奔呢？原来我们都是孙悟空啊。只有仨种可能性，我们俩都是分身，那么我们俩都是真身，那么一真一假。我也不猜，我希望是紫霞仙子的，因为紫霞仙子你之前玩弄过我，然后如果他有同僚的话，我相信一定会是猪八戒。今天上来我们黄晓明先生这个状态，他这么的活跃，就有可能在掩饰点什么啊。怪不得我闻自己身上老是有一股狐臭的味道，难道是猴子的味道？不二，咱们四人组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不难，我牵着马。图二，背背我，走，拿着我的龙角，伸出你的手。我去！大哥，放我下来。这马为师不坐也罢，就是这儿了。哇，师傅，前面有一个妖精，倡议妖精。好了，控制一下你自己。好的。哎呦，紫霞仙子怎么牵着黄景瑜来了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好吗？你的脚呢，牛魔王？什么脚啊？我被爱情磨平了，已经。这是我们的神仙眷侣啊！神仙眷侣，我真服了。亮哥，你怎么了，亮哥？亮哥，你怎么变黑色了？不要老闹了啦，人家是沙宝亮。大师兄呢？所以为什么这个臭猴子给我们写信，他自己不在呢？徒弟不来啊，对于我们这个组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。欢迎大家来到素有中国核桃之乡和昆仑第一城美誉的邺城县，我是此次试炼的助力官大白金星。今天你们需要穿越于500年之间完成试炼，替他做出决定是否要成佛。在你们八位之中，有希望他成佛的分身，也有希望他坚守自我的真身。每次试炼结束后，获胜的人可以检查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身份。那都不是本人啊！小明哥已经不是小明哥了，今天撞完全是换了一个人，感觉。我是303。其实我很认真的想跟大家说一句实话，我就是那个真身。
就是我当时就吐出来了。你先验一验，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呢。各位请注意，你们即将前往2024年的杏花村，那里是孙悟空在取得真经之前参悟世事的地方，你们将获得关于你们身份的线索。前面怎么还要跳舞唱歌啊？棒棒的 ，yes。各位请落座。哎呀 ，Oh my god！ 欢迎大家来到杏花村。我们杏花村里最有特色的食物是馕和羊肉串。哎，师傅饿了，师傅饿了。你们需要通过一关吃与不吃的试炼，才能获得验证身份的机会。你们需要抽签选出两位不爱吃小妖，其余人为爱吃小妖。天黑闭眼后，爱吃小妖必须进食，不爱吃小妖不能进食。爱吃小妖若成功找出所有不爱吃小妖，则每个爱吃小妖可记一分，反之每个不爱吃小妖记两分，积分最高的两位可进山洞里验证身份。嗯，我想说哇，这些食物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邺城美食，请大家尽情享用。新疆好，收一下。请按顺序上来抽签，红签是不爱吃小妖。哎呀，抽。哎呦，牛魔王这么沉呀！哎呦，我天！跷跷板啊！就这根了。行吧，无所谓了。哎呦喂！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的串，没有人在关心那个。Yes。 哎呦喂，怎么样？ Yes。 我在5:20睡觉，13:14准时起。干啥啊？他想吃，然后抽到了不能吃，所以他想换。盲抽街头黄景瑜，我知道了一些秘密。在后面的游戏中我会告诉大家。都知道自己身份了，请上我们第一轮的菜品，新疆的特产馕。提起新疆美食，绕不开的就是馕，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，是一种集美味、营养和文化于一体的美食。邺城的馕添加了邺城特色的薄皮核桃，口感更加香甜。来吧来吧，天黑请闭眼，不能吃的请睁眼，互相确认身份，请闭眼，大老师请睁眼，大老师请吃东西。大老师你在吃吗？大老师这声音够响吗？给我们发个声音听一下，咀嚼一下，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歌。你这离太远了，感觉是真的在吃。大老师请闭眼，一凡请睁眼。一凡说说话呗，在啊，你吃一下说一下，为什么要吃一下说一下，好笑。那你就是狼。我不是啊。哎，感觉有东西。好，小贾请睁眼。不是，让他说一下话呀。大哥，你能大哥聆听。哎，好假，这个有点假，有点假，没有馕的味道啊。
再说一下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在吃东西。好假，我在吃东西。你要不要再刻意一点？演技派不是这样子的，好吗？好假啊，小贾。无语住了。小严，请睁眼。小严，什么味道的？你闻到了吗？这是那个味道的。多说两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点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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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景瑜，请睁眼。不用，不用听了，他肯定是。景瑜绝对是狼，不用想。我看他怎么演，待会儿。这么脆吗？吃的是囊吗？我吃的是囊，吃的是囊。你知道我吃的是？你吃的是啥呀？在笑什么呀？吃的那个噗噗噗的，是吧？我感觉我经历了一阵风沙，我耳朵里边全是沙子。哎呦我天！好，稍息闭眼。小明哥，请用餐。拜了囊。说个话，哥。我在吃东西呢，说啥话呀？你喷点沙子来听听。哎呦我天，真的，小明哥是真的。小明哥，请闭眼。俊俊，请睁眼。哎呀，这囊真香呀，掰一块。你这演技也够差的。哎呀，哪还有这个自己先说出来的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吃给你们看行不行啊？听着啊，不行，除非你给亮亮哥喷一个。喷你上。啊！好了，我闭眼了。既然龚俊他喷一喷，我不让你喷，那我只能喷所有。哎，你这是喷的吗？还要我喷一下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喷喷。来，天亮了。他从哪儿喷的？从那边。他喷过去了，真假的？这么厉害？对，我头发上都是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亮亮哥那个喷是假的，是真的。我没有。他钻碎了，这么着扔是不是？对。咋跟那个喷的结果是差不多的？行了，那你要这么说呢，我告诉你一个细节，然后你们就别乱投了。我喷那一下，是不是声音跟嘴，噗一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老师跟小明哥肯定是，人家嘴巴上都有那个残渣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如果吃过的，是不是肯定嘴巴上有面包渣？哎，他有面包渣。哎呦喂！干什么了啦？我不能起来呀、啊！哦，对不起，我 sorry， 我是个装啊 ，I'm sorry。我觉得我左右各有一个，但是这边暂定亮亮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知道了，他看到了一根只剩一根红的了，说明一个红的被人拿走了。所以这边我觉得是亮亮，这边我看看你了，你张嘴，可真不够埋汰的。我看你了。多冒昧呀、啊！你看他们，我先为我自己洗清一下，为什么就是我的嘴巴那么干净呢？还是稍微在意了一下形象。哦，所以你那个吊字是用来擦嘴用的，是不是？你个吊字是，赶紧补妆，在那一瞬间补了。哇，要不说女生还是厉害。不是一凡，我重点来讲一下我左右两边的事情，因为我在他们俩中间我比较了解，因为我在中间我就问他们了。这男孩挺想吃的，你别说。好干啊。这囊还挺好吃的，不然再吃一个。我刚吃完了之后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：“哎，这囊还挺好吃的。”我就很自然的问嘛。然后一凡跟我很自然的说：“他说就是太干了，想喝水。”他的回答很自然。但我同样的话跟小严说的时候，小严就回答的非常的不自然，略微停顿思考之后就说：“哦，那再吃一个吧之类的。”反正就是他那个回答不自然，小严几率比较大。我真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，就是你，就是一个严浩翔，一个亮亮哥。就是你，你干嘛呢？我，你学我妲己那样的。一个你，一个亮亮哥，就是一个严浩翔，一个亮亮哥。
小严，可能是小严。小严，不是，为什么就不能是龚俊哥？不是，我开场前我就闻了这囊，我也闻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这囊真香呢？哥，你替我解释一下，哥。我闻一下，别闻了。哎呀，师傅你真香啊，咬一口。哎呀。小严都慌成这样子了，那就是我，我帮狼牙，就是我。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对。哎，你这有点跟票的嫌疑啊！你太假了啊！我以为闭上眼睛一个一个人这么投呢。从头先一起投他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。好假，重新来一起来。演来，三，你听我说，听我留我一下，我肯定不是假的，留我一下，就一下，下去说，三二一，投票，八号，我要是我就跪下，亮哥，留一言，这样啊，你们都没有人，每个人有思想，一句什么话啊？没事，咱们先把亮亮投下去，然后啊，说说行，为什么行？行在哪儿了？亮亮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。就是说你知道人呀要学的是闭嘴，因为你太多话了，我们都已经投四了。没问题，大老师我可真听你，这把先别投我，饶我一命。他都投完了，我们这边全摁的四，你非说张嘴。哎呦，又倒了，这个真对不起啊，真对不起。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容易倒？对不起。像我最后就发言一下子，真相出现的时候，你们就会为自己的愚蠢、愚昧、无知、轻浮买单。来宣布身份，两位都是爱吃小妖。游戏继续。下一轮，闭眼。黄景瑜，你睁眼。来吃。吃。吃一个。景瑜哥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小贾，睁眼。好吃吗？这个很真哦。你这个很像。仙子先睁眼。哦，这挺真的。嗯，说话。说话了。好。小明哥睁眼。小明哥嘴里没东西。你怎么知道？谁跟你说我嘴里没东西？我听出来的。你用手掰的吧？刚才对，用手这样搓的。我感受到了。我听你打个字。你怎么可能嘴巴里没东西？好假啊。OK， 了解。打回天龙，大老师。你是拿牙刮的吗？都听不见。你说句话吧。嗯，你放好吧。听着啊。在哪儿呢？你走开，这也像假的。不是他在那儿捣乱，这也像假的，好吗？听着，你真的有点过分了啊！听到吗？听到了。这可以吧？可以。那我后边也是这样子呀。天亮，请睁眼。我刚才真的吃了，凭什么说我没吃？我只是咬的小口而已。我刚才真的吃了，有点眉目了。我感觉大老师没事啊。大老师那句牙刮的声音。哎，你们现在这个吃法就有点假不假式了。我们这是在误导我们。我们怎么真的饿了，哥？不，你现在这样不就是诚心误导我们？那就是小明哥了。先确定号码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二一，投票，五号。大老师和小明哥是淘汰了。游戏结束，准备杀串。
接下来第二轮有三个不爱吃小腰，公平起见，串要到旁边去吃。这次从亮哥开始抽签，大老师最后。哦，太好了，我最后一个如果还是狼，我那就该着了。别的我不说啊，各位。不是，你话别那么多。来吧，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确认。亮哥先去吃。嗯，要吃多好呀你！你这是饿死鬼。我要听英文歌，小明哥。One one， 完全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真的，我觉得很假。哥哥们，我吃了。啊！唱个歌。这挺真的，很假，这肉怎么能塞那么满？不可能。那你再说说话。等一下，我验一下。他这个挺真的。你这个多假，哪能塞这么满？吃羊肉串。这是真的呀。你怎么听谁都是真的呢？空军太善良了吧。空军哥听谁都是真的，景瑜哥听谁都是假的。OK， 配合好，配合好了。大老师，我想听阳光彩虹小白马。假的，好假呀！这还假呀？好了，你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所有人请睁眼。我刚听这个感觉都像假的唱歌。就这俩了，赶紧的投了吧。别老闹了，一共仨狼，万一咱又整错了，那咱把亮哥先投出去吧。亮哥 ，see you never。我也觉得是他，我也觉得是他。我是八，我先说我是八，你是八吧？我是八。三、二、一。完了，完了，玩吧你们。还有两批不爱吃小羊，还有两个狼，出去了一个狼。不是，我看一下票型。刚才投谁了？一，你投八，你投你为啥投个六啊？我就觉得有点可疑。我们要这么盘，如果大老师是狼的话，我觉得他投一凡特别奇怪，因为一般人不会投一凡，我觉得。我是一般人吧，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保自己的队友。我觉得你是好人。嗯。公俊以后上社会上小心点，你这个狼别误导我。我不好说。为什么不好说？我觉得你应该是真的，小贾也像是真的。小明哥的嘴太干净了。请睁眼。投吧，我知道投谁了。三二一，小明哥，五号淘汰，三六一 PK。我回来了也还在吃，你们为什么要投我？我投不了票，就你们俩投票，咱俩投票。现在有两个狼，但我们俩也只能投一个走。你要是狼的话，我就给摁水沟里去了。我不是狼，你别恐吓我，我真不是狼。我有一个很恐怖的想法，就是鲤鱼哥怎么就一点嫌疑没有？没人怀疑他的，为什么？小烟明狼。因为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嘴里还有半串呢，我在那嚼着，他听了一清二楚，他现在跟我说我是狼。因为锦鱼哥刚刚在回来的时候确实咬了一堆回来的，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子的话，那小严这轮怀疑他确实有问题，但我觉得这轮怎么样都得先把小严出了。就是三二一投吧，你们俩。二一，我出去了，好，宣布吧。还剩下一个不爱吃小妖，我觉得。妹妹可信，小贾怀疑，龚俊可能性大，因为你这个说不上来感觉。我们俩是互认过的身份的人，那就投龚俊，不能出我大哥，出了就输了。嗯，行，那就出他，咱们输来。这是电视综艺哦，回来了也，输了会很丢脸的哦。这么贴脸。
不玩了。三二一，投票。全票出。好，俊俊淘汰，我们恭喜不爱吃小妖获胜。耶！黄继瑜啊！他是啊，赢了。你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他？为什么？救我！救我！小明哥！小明哥！救我！小明哥！救我！救我！